你看小娟现在变成什么了？金毛狮王有没有？真的头发超多。今天我们在小娟的外公外婆新家，然后我们今天体验一下他们的新浴室。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洗澡，所以小娟现在刚刚头发吹好。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吃饭啦。然后这里有一个超大电视机，小娟看得开心，他都不理我了。嗯，喂，给我打个招呼。然后这里都有吃的，哎呀，你看看外婆在干嘛。嗯，外婆在请客吃饭，洗毛巾。今天我们昨天也开始请了一桌，今天又请了一桌，所以有一次性的毛巾他们都拿回来，然后又在那里洗了那么多。其实挺好。爸爸你在干嘛？看看要不要再拿。我们等一下准备烧饭烧菜啦。看一下他们新家里面，那这个是小燕儿，多少岁啊？100天时候的照片。这个是妈妈读大学的照片，这个也是妈妈。这个是小燕100天小皇帝的造型。这是爸爸烧的狮子头炒青菜。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香菇吗？香菇。然后这里还有个春卷，还有狮子头。爸爸辛苦了。好。这煮什么螃蟹啊？爸爸现在热一下。这个鸡呀、这个鸡块，煮。好了，今天是小鱼儿来外公外婆新家的第一顿饭，是不是？等一下你多吃点啊。新鱼，这都是新碗啊。新碗。今天就要用新碗来吃。还有两只长寿碗。两只长寿碗105岁了。你给他面好。给炸肉够的。咸一点。这今天炒的面好吃。这香菇还蛮好吃。好。我们现在要吃饭了啊，这是这个今天在新家的第一顿饭啊。祝外公外婆什么身体健康搬家快乐